们。Ready, action！ 哇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在哪儿？哎，我发现场景搭的都好用心啊！你看那些小气球，细节到位，说明节目组有钱，金主有钱。小脚丫有吗？呀，哎，来了，怎么样，玲玲？住的还习惯吗？太习惯了，你说多麻烦你啊！跟我客气啥呀？这护理中心不是咱自己家开的吗？哎，李晨，哎，你看看玲玲，为了你可是没少受苦啊。是啊，我老婆太不容易了。我要是能帮上什么忙，嗯，我但凡……哎，到了这句话了，你看到这句话了，走，我就说这句话过不去吧。写在手上了，手上怎么回事？打小抄啊，成哥，给他蹭没了。这种行为一定要制止。你咋看见的？你告诉我。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种感觉。不是，咱从头再来一次。从头再来，从头再来，从头再来。Action！ 呀，来了。来了啊！住的还习惯吗？太习惯了，这条件也太好了。哎，晨儿啊，嗯，你看看玲玲，为了你呀、啊，可是没少受苦。是啊，我老婆太不容易了，这也就是我帮不上什么忙。嗯，我都恨不得替我老婆把孩子生了。不会说话了，就你会说，小嘴巴巴的。行了，不聊了，我先走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我送走，我送走。我妈。喂，妈。啊、嗯，你刚下飞机啊？我这正陪玲玲做产检呢。那个，这么着。那个地址发给你了，你自己过来吧。啊，好嘞。这现在全是已知剧情是吧？嗯，马上没知了啊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没去接我妈，万一她一会儿刁难我，你可要跟我站在一头啊。哎呀，你歇会儿吧。哎呀，你歇会儿吧。老公，这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啥事儿啊？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？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？来了，开始了。你看，情哥疯了。我又做错什么了？哎呀，行了，你说。哎、这是一个硅胶肚子。位置开始了。你让我带着这个啊，骗你妈说我假怀孕了。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啊。我跟你讲，妈呀，年纪大了，喜欢孩子，咱俩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没有啥反应，对吧？哦，这个接得很顺畅啊，对，进入节奏真快啊，感觉李晨有这种性格。你说你也是的，你算什么？你说你等等等等，我们先把这个。哎呀，没事，放着吧。别别，你要放在这儿吗？哎呀，没事啊，他不会来的。不，他一会儿就来了。他一会儿就来了。这个猜到了，猜到了。早着呢，机场到这里俩小时呢。是吗？嗯。你放心吧，妈不会。你看李晨哥就想说这个东西是自己在谈，自己在谈。你说说你这事儿办呢啊？你就嫌你妈烦，嗯，一着急你就说啊怀上了。你说这过去五个月了。你把这茬忘了，老太太专门从美国回来，老太太专门从美国回来，你说弄得我措手不及呢。老公，那个孕妇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呀？咱先把这假肚子带上，好吗？哎，一会儿那太热了又沉，你放心吧，放那儿吧。你说这孕妇是应该怎么兜着肚子，还是怎么弄啊？是怎么？根据我的平时在电视剧上的积累的这些经验啊，可能应该是这样吧。那应该怎么走呢？应该这样，扶着腰。扶着肚子，哎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哎呀，这也太累了，行，拉倒吧，我不学了，太累了，老公。你不学了？嗯，不，你平时不就没怀的时候不也这样走吗？这是什么老太太？美国回来的很。这个产检中心就在机场旁边。伟哥。哎，老公，哎，老公，你干啥
伸下懒腰，伸下懒腰啊！哎呀，妈呀！哎呀！哎呦，看我这帅了又瘦了，来来来来，快把这东西搁这儿。想没想我？想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一路，哎呀，还行吧，这屋布置的还可以哈，条件不错。哎呀，这环境啊，真好。哎呦，跟妈妈生你那会儿可真不一样了，因为对对对，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啊什么的都没有现在这么完善。那可不，这单间儿啊。那个，对，是是。啊！妈呀，这是肺癌！妈呀！妈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飞哥姐太漂亮了，我天哪！哎呀，啊，不是，这孩子一惊一乍的，这孩子想你了，想你了，想你了。我把这被子叠一叠，有点乱，你知道吗？屋里太乱。哎，你说你说，来就行了，你快点快点去吧去吧。老公，那肚子太轻了。是吧？我不会弄肚子太轻了，你看怎么了？你看这太尖了。啊，是。哎妈，在美国生活感觉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妈在美国生活学了不少单词啊，是吗？就好比说你是就这 flower 啊，就这什么 computer 啊，这个 bed 啊，还有这是啥玩意儿 ？What's this？ 还有这是啥玩意儿 ？What's this？ 啊 ，What's this？This is 硅胶。这个，你给我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。这个玲玲啊，腰不太舒服的时候，需要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软一点的地方，来放在这儿。您看啊，嗯，放在这儿坐上，然后屁垫儿活动一下子。哦，对，这帮年轻人就是爱乱花钱。你锻炼身体用的东西啊，来吧，玲来啊，别在那儿站着了，这累不累？上那儿躺会儿来。哦，好嘞。哎，你们别跑，别跑！哎，你们别跑，别跑！啊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可不怎么的，这玲玲怎么五个多月这跑步咣咣的，你就让她在地上这样跑啊？没有，你赖我。关键是咱家玲玲，你看这腿也粗，没事儿，有力量。怎么样啊，玲玲？挺好的。我来看看吧，玲玲。妈，我摸摸呗，妈摸摸我五个月大。妈妈，您怎么？你是这样，就是现在啊，她这个皮儿有点薄。还有什么皮儿薄？那不是西瓜。咱家这个跟人家不一样，咱家这个是薄皮儿大馅儿，薄皮儿大馅儿，啊，没准是个双胞胎。哎呀妈，知道啦，那这样吧，不让用手碰，是拿听诊器听听吧。哦，那我帮您来弄。对，你行，你行，来，妈不碰啊，妈就听听我这大孙子。来，你往那边去，我害羞。妈，你背个。哎呀，你没见过这么害羞的，来吧。哎，我也听听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妈，您听见了吗？还可以吧？你看多健壮的心跳啊，像牛似的，小牛犊子似的。啥声啊？啊？我怎么没听着声啊？啊？啊？您这听见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呦，听见了！哎呀，什么 ？B box， 通哥也会这个，来一个，这个，来一个，通哥。你这跳的是多大呀？这心跳啊，可以说是非常健壮。呀，妈呀！啊，给你在这个美国。America， 那个洛杉矶啊，找的溜达鸡给你炖的这鸡汤。美国还有溜达鸡呢？啊，怎么没有呢？这哪位？来，过来尝尝。你以前总爱吃的那什么麻辣烫啊什么的，以后可不能吃了啊！哎呀妈，我现在怀孕了，怎么可能吃麻辣烫呢？真是。您好，你订的麻辣烫到了。祝您用餐愉快。什么意思？我订的。妈，我订的麻辣烫，我爱吃麻辣烫。等会儿，啊，谁订的这是？啊，这上写是这个贾玲，那个多麻多辣，加了四份鱼丸。妈，玲玲帮我打的电话，肯定是我吃。她，你想肚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怎么吃这个呀？那个啤酒冰镇的就剩一瓶了，我给我尝尝。我今天没开车，您放心。Liar， 啊，骗妈妈是不是？你从小你一口辣不吃，你现在怎么多麻多辣的呢？您知道就是辣椒吧，
是有一种诱惑的能力，一点一点的你会陷入这个麻辣的诱惑当中。还吃清淡的，吃清淡，吃清淡，因为上火脸上长包，是不是？那行吧，那你把这麻辣烫吃了，来玲，哎，你来，你把鸡汤喝了，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是妈妈这个给你熬好久的。啊，来坐坐坐坐坐。来，哎，对对，往这边坐点，都喝了啊。妈妈不坐了啊，你俩一个吃一个喝，妈去给你俩那个买点水果啥的。那个晨晨啊，监督玲把这个汤都给喝了啊，一滴不剩。好好好。妈一会儿回来检查啊。好好好，嗯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吓死我了，一直扑着呀。咱要不把这换回来？换回来一会儿怎么跟妈解释啊？这个东西去哪儿了呀？就你聪明。行了，你赶紧把这鸡汤喝了嘛。我这天天在这喝鸡汤，我都那什么了。我吃两口麻辣烫。你别吃了。哎呀，没事。不是，我怕他们一会儿有人，万一看见你吃麻辣烫，我就编不下去，不好解释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不会有人看见我吃麻辣烫。你把鸡汤喝了，快点儿！你说你妈专门在美国弄的溜达鸡，你不给？哇哇！哎，你可别倒了啊！我不倒，我在这儿喝。你妈！哎呀，我他妈吃太憋得慌！哎呀！哎呀，哎，这美国溜达鸡真是不一样。你全给喝了呀？一会儿你妈回来看见了再。哎呀！老公太辣了，给我留一口来，给我喝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水果怎么什么顶着门呢？怎么？水果怎么什么顶着门呢？怎么？啊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哎，让妈妈进来呀！来来，妈来，妈来吧。妈妈。嗯。咋？这水果不太新鲜呀？妈没买。哎呦。妈没买呀、啊？啊，哎，你拿着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你看这乱呢，我给你收拾收拾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闺女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亲家来了。我怎么来了？那要不是你婆婆一下飞机就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不知道你怀孕五个月了。妈，走，原谅玲玲吧，玲玲太不容易了，玲玲就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啊，给您一个惊喜啊。这讲的没有用的，你一天天。玲玲，来，你看爸给你准备啥了？啥呀？营养鸡汤，哎呀，老好了！要不是老娘人都想一起去了，都是我也弄了个鸡汤，是不是？我那洛杉矶的嘛。啊，爸，我刚喝完了，婆婆给做的。是我们喝了。哦。晨吃了点麻辣烫。对，我吃了麻辣烫。他没喝。对，我没喝，我没喝。哦，婆婆给做了。嗯，美国的溜达鸡。完了，你吃的麻辣烫没喝汤。对。那正好，那你喝点汤呗。我这炖都炖了。我喝，来。哎呀，这汤老好了，我跟你说。嗯。玲玲怀孕，你呢又得照顾玲玲，完了以后呢你还得工作，你比她辛苦，多喝点。行，多喝点。熬的老好了，温度正好，喝吧。你不喝一口吗？爸一片心意，谢谢岳父，谢谢您孩子。怎么样啊？那个怀的是男孩女孩，说没说呀？现在这种情况不生男生女都一样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对，不管男孩女孩啊，名我都想好了。嗯、哎，咱就叫三妮，好不好？李三妮。三妮丽，李三妮。对，李三妮，这名也太屯了。哎妈，哪有你那么三妮？那是对，那是三妮，你那李三妮，那你这么说可不屯嘛？你这个、什么？哎哎，等你这老太太，你红口白牙的，你在这李三妮，李三妮，那不你说出来的吗？哎呀，我红口白牙，哎，要我说吧，咱这孩子生下来之后，怎么的，咱叫李茂好不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外公啊，非常没有礼貌。哎呦我天，那要这么说，我跟你讲，那孩子生下来得叫李没有，
为啥呢？那奶奶一点礼貌也没有啊！哎呦我怎么不是我怎么的？那我哎，孩子名我起的，为啥？因为以后孩子跟我养活。那孩子怎么能跟你呢？那孩子以后得跟我呀。怎么跟你呢？那孩子怎么能？你看我这边《兰亭序》，这边《大国宝》，中华五千年文明，我这都长历历收起来吧。别吵了，你们俩。你俩因为没吵啊。哇，打断了。爆发了，爆发了，李晨爆发了。别发脾气。玲儿。啊，我俩跟他们说实话吧。哎，没闹事，没闹事。我俩跟他们说实话吧。你别，你过来。别整了，没兄弟。过来。你过来，你不说，孩子以后不能让他加油啊！别打人，加油啊！你谁呀？这孩子。还跟说实话，说啥实话呀？你就好好说明白。别叨叨了，你说吧。你妈有心脏病，你说吧。让谁养？我这话是不是让我养？说不出来。怎么还能让你养？我让玲玲说。怎么还能让你养呢？我跟你说吧，晨儿之前都跟我说了啊，因为我这哎中英文教学都非常方便。你可拉倒吧！我跟你讲，那孩子就是看你在，他不好意思说以后把孩子放我这养。我告诉你，那孩子呀，《兰亭序》呀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你这老太太怎么不讲理？我怎么不讲理？怎么就你就是不讲理？你那老太太一天到晚整那些个洋文。我洛杉矶，我告诉你，我那洛杉矶，我打飞机好几遍。什么问你？我是你孩子。我行了，你说你们俩。大反转，又是一个炸点儿。别给我在那儿坐着了，来，你过来，你别给我在这坐着，怎么回事？你过来，你跟妈说清楚，肚子呢？来，孩子呢？地上那皮儿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我其实没怀孕。晨儿，你跟妈解释解释，你这回终于可以实话实说了。来，我知道你大老远从美国回来，我也知道爸辛辛苦苦熬了鸡汤，但是这一切不为别的。不就图你俩老两口开心吗？你怎么就图我开心呢，晨儿啊？啊，你俩是不是骗我呢？是骗你。你说妈妈这左邻右舍的，这国内的、国外的，我全告诉个遍呢。这红包妈收多少了？啊，你让妈怎么往回退呀？你这，妈，你别难过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俩呢，因为工作忙，一直没要孩子。上次呢，你打电话催，晨儿一着急呢，就跟你撒了个谎，又担心你心脏不好，结果呢，这谎就越撒越大，就没法圆了。但是我们的初衷是好的。哎呀，晨儿，你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晨儿，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啥？那是信任，是理解。你不能撒谎，不能骗我们老人，知道不？我知道。能不能答应爸爸以后不再撒谎了？能。啊，你能不？我保证能。